释迦牟尼佛怎么成道？在《金刚经》第十七究竟无我分写得明明白白，在燃灯佛所受记，马上成释迦牟尼佛。我说，今天你求到了，燃灯是不是点灯？今天你就是在燃灯佛所受记。受记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不是传正法眼吗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。教外别传，传的是什么？达摩老祖来我们中国，传的是什么？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立文字，一步直超。这个一步直超，一点超生，脱轮回苦海。心经头一句，观自在菩萨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回光返照你自己，自信是佛。外面哪有佛啊？我们得这一指点，观是观照，回光看看你自己是菩萨，舍利子，不生不灭。我们这一点，不生不灭。